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大家，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제가도포용력이있으니까大家好，我是大 S 徐熙媛，我是光头居今年。今天我们要挑战 Vogue 夫妻快问快答。谁的食量比较大？因为我是出了名的肚子饿到很饿的时候才会吃东西的人，我爸吃的比我多。蹦蹦黑了，蹦蹦那句。他脾气就是真的非常非常好，从来没有看过他发脾气。啊，솔직히희원이가저한테너무잘해주는데제가더포용력이있으니까非常好。他是因为还要加上梳洗啊那一类的，会比较慢一点。其实也很快。나는막이옷좀막갈아입는데시간이걸리는데얘는그냥일어나자마자옷입고머리묶고귀걸이하고립스틱바르면나와요称赞老婆天生丽质的意思。맞아요죄송합니다내가제일좋아하는대만음식은네台湾料理台湾料理四季豆아20년전에 20년전에먹었던것중에제일맛있었던게스지도하고미판하고说出三部我主演的影视作品드라마그여신화연그리고그천년유언그리고그전화뭐지그保持通话아 connect 아厉害我有哪一部是你最喜欢的류시화원너무잘어울렸어요얘한테내음악작품중중국어로리메이크된노래세곡어冰冰冰昆达里沙巴拉还有那个떠나요우리바다로자반이도시를들주려봐요那首歌叫什么名字那个喵哦喵喵喵对不起我这有点脑雾没关系괜찮아请问我有几个刺青等一下等一下하나둘여섯일곱여덟九不是还差一个啊여기啊여기여기여기因为那个是他自己帮我刺的，所以他忘记了。我们就说好，就是我们的结婚戒指要用刺青，他就去买了一台刺青机。然后我就叫他把他带到台湾来帮我刺。晚上就是，比如说我们会一起看韩剧，看一看，我们就会想到，哎，那个某个图案很好看，来刺个青吧。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就随性的就会在家里刺青。这边就是有一个长久以来好像是被烫伤的一个伤疤，红红的，然后我就觉得很丑，所以他就把那个红红画成一个小人。他都会先刺在他自己身上看，觉得不错，然后再刺我。我觉得他刺在他自己身上比较好看，刺在我身上都比较不好看。맞아요맞아요내신발사이즈는아오십뭐오십삼아니아니야아니이빨이빨이빨哪有一百？怎么算啊？算哪一国赛子啊？等一下。嗯，我。你在干嘛？42号。42。你都穿哪一国鞋啊，欧巴 ？UK size， UK size， US size。摩拉呢？都摩拉。送他过鞋子，但是如果我要买给他的话，我就是趁他睡觉的时候去偷画他的脚，然后我就把那个纸带去鞋店，然后跟那个鞋店的男生说，看你们哪一个脚跟这个一样大，然后就让他来试穿。所以我爸后来鞋子都有闻吗？哦，맞아요，맞아요。如果我不当演员，我最想从事哪种职业？의사。答对。我爸你好厉害哦，我都忘了。이야기는옛날부터했죠옛날그러니까솔직히말하면사람들도와주는걸좋아해가지고만약초능력을가질수있다면내가원하는초능력이 뭔지어이건이건나도모르는데我不知道我不知道우리가함께갔던첫해외여행은어느나라인지전이었어도쿄
Tokyo。맞아요맞아요当时因为我们主持的节目都是每天都要 live 播出的，所以只有在 weekend 的时候挑最近的国家去，很方便，所以我们就很常去东京。过年的时候的假，我们会去巴厘岛。여행갔을때재밌었던기억이있는데그때우리가스웩자켓을같이샀었는데情侣夹克。그유성화원에서입고나왔더라고요 我们一起看的第一部电影是。뭐였지조성씨조성씨You forget? 아성욕对不对그래서이제가늙어가지고 기억이大话西游然后因为我很喜欢很喜欢周星驰的电影每一次都笑到哭然后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就大家都看不懂那部电影我妹看了一遍她觉得嗯还蛮好笑但是没有值得一看再看然后我就想要找到一个知音所以我就在去欧巴家跟她一起看然后因为没有翻译的关系然后那个剧情又很复杂所以她从头到尾都不知道我到底在笑什么그냥웃겼어요너무웃겼죠갑자기노래부르고막그거를너무좋아하더라고요얘가 你最近一次让我很感动的举动 DJ 할때제가그 This is Love 라는노래를매쉬업해서틀고내가얘한테보내줬어요이거너를위한노래다第一次的时候最感动这已经好像第五次还第六次就是他每次做的时候我都会很感动对我来讲最感动的就是我们在电话里面说好要结婚然后他决定要搬到台湾来带着他所有的家当还要隔离十天然后当我看到他的那一秒钟就是很感动我们俩抱头痛哭20년전에처음만났을때느낌이랑비슷했어요바로만나자마자바로꼭우리가다시얼마전에헤어졌다가다시만난것같은느낌이었어요뭐한달20년이아니라한달전에我最想跟你一起实现的愿望행복한가정꾸리기맞아내가가장희원과함께완성해보고싶은도전은建立幸福的家庭是不是저도이번에이제일원이됐으니가족의일원이됐으니열심히해서행복한가정을꾸리도록하겠습니다以上是我们的默契问答下次再见拜拜 내가가장좋다고여기는희원의장점이뭔가요 서머全部他죄송합니다只能选一个啦一个하나너무귀여워요죄송합니다